钓鱼要到桥底钓，不到桥底钓不到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空居两天了啊，今天算第三天，但是掐指一算，这个位置这么舒服，今天应该不会空军了。今天还是用小鸡竿做钓啊。老规矩，先来整点饵料啊。老坛田鼠玉米，没有杯子，只能大概大概的倒了。再来整点花生菇，一样是一份这样子吧。最后整点酒米进去啊，感觉加点酒米效果会好一点。再来一点蒸粉，搞定了，一道美食就这样完成。今天还是用之中小爆炸做钓啊，钩子二号千肉钩用小一点啊，毕竟大水面的鱼它不是很好钓的不，所以用小一点它可以保龟。看到河中间那个竹子没有，咱们就丢到它旁边啊，那个竹子下面肯定有鱼。就丢那里。中鱼了不？中了中了，应该不大。小鱼小鱼。小鱼，小钩子钓小鱼，但它不会空军啊，能上鱼就行了。哇，什么情况？双飞小罗飞，又中鱼，怎么感觉又像小罗飞呀？好轻哦。应该又是小罗非吧，果然是他，怎么这么多小罗非，难搞哦。线都松了，应该又中了，中了中了，但是他又是罗非，好轻，轻的都是罗非。这条罗非就勉强能接受。哇，你看他们的肚子比我的还要撑，这么大。又是罗非，看来今天都是罗非局。罗非局啊，哎，看吧，罗非局，妥妥的罗非局，而且都不是正经的，全是太阳飞。又中了，这个又中了，刚丢回去的杆子，又中又中，连杆连杆，连杆连杆连杆，这条感觉可以不？有点重重的不？大罗非，哎呦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，哦，难得来一条三角鲫，不是罗非，结果他给我整跑路了。又中鱼，哎呦呦呦呦，这条感觉可以哦，可以哦，这条哦有点近哦，大罗非，大罗非，哟，不是罗非哦，这个终于是正经鱼了吧，正经鱼正经鱼，这条土鳞不错啊，漂亮，整一个深水炸弹下去啊，这么大一坨饵料，然后挂了一个珠珠啊，看一下能不能钓到大鲤鱼。之中小爆炸太多罗非闹了，不好整，就用一根杆子钓之中小爆炸，然后一个反底走大鲤鱼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拉得这么猛，我还以为什么大鱼呢，又是小卡拉米，小卡拉米，小卡拉米。小卡拉米拉得越猛鱼越小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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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来了，停口一回的，又是罗非，
又是浪费呀！哇，这个肚子更长，吃了我一坨饵料吧！这么大一个肚子，是真能吃啊！情况不对劲，天黑了，感觉要下暴雨了。那个竹子不停地冒泡，好多大鲤鱼在那里，可惜它就是不吃我的钩啊！这个反底钓它都不吃的，按道理来说我丢到那里了，就很容易上鱼。结果它不吃钩，好多鲤鱼在那里冒泡，肯定是鲤鱼的泡不停地冒，就是那个竹子旁边那里。哦吼哦吼，幸亏有个桥，不然都没地方跑哦。大龟田，赶紧过来，躲雨了吧？撒狗！那那那，还是有个桥理好哦。收工收工，5点钟了，雨也下停了，就是没有上鱼啊。下雨之后都不得鱼的，现在又没饵料了啊，不搅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又是空军了一天，全是小萝卜。哦，不对，我钓了一个大土鲮嘛，所以不是换不算空军，有土鲮就不算空军，小萝卜算空军，有一条土鲮垫底，它就不算空军啊。溜了，看一下今天的鱼货，钓了一个下午，就这么几个鱼，就一条土鲮能看的，其他都是萝卜来的哦，好难搞哦，不要了。